小师父，妾神失仪了。我本是个魏王人，来此祭悼亡夫，你莫怪罪。我与夫君本住在山顶的庄子里，忽地一日，不知拿出杀来的一伙虫药，定要强占此地。庄子里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独留了我一个。 我原想回那庄子里寻些亡夫的遗物，可那伙虫妖中有个领头的，号毒敌大王，他的刀马毒甚是厉害，险下我一点成算也没了。你也要去后头的山里，那林间。 俱是些放毒的妖魔，你若擅入，必是有去无回。切记多备些解毒的草药，莫要逞强。你也要去后头的山里，那林间俱是些放毒的妖魔。 此等隐僻之处，许久未见过生人了。小居士，你尖嘴缩腮，肌瘦面黄，一副痨病鬼模样，莫不是也中了虫毒？ 这谷内生有一种异虫，名禽狼，生食其卵可功力大增。只是那幼虫一旦孵化，便将五脏六腑啃食殆尽，空留一具不死的躯壳。我这些师兄师弟个个都不信邪，贪功冒进，见着便吃，如今多半药石无一了。 小居士，你若有心，便待我了结他们。同门一场，我下不去手。他们的尸身内或还存有完好的心卵，顺道寻来给我，我也好找出破解之法。小居士，你可有寻到我的师兄师弟？
未得相见，你已经被他们害成了这副模样。我自骊山而来，在此调查谷中之事。
我并非有意瞒你，确实有些难处。我同他母亲相识一场，下不去手，这才引你来此。我到此物早已落入那多目怪手中，竟被你寻得了，或许这就是机缘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帮你将此物回复神力，全做我的答谢之意了。不过是几缕天上垂下的丝线，连它通向何处，是福是祸也不知道。为何都争着往上爬呢？